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咪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县政府十八号早起召开官务会议，环保局针对环境噪音及其成效等事项报告。县长柯淑华表示，接下来三个月是重点观察期，未来无排除成立自治条例加重处罚。另外，卫生局嘛请各局处管理的单位做好清消工作，以避免停交节疫情摊开。南投县政府召开官务会议，会中由环保局干部、南投县溪潭车辆噪音防治专案报告，说明今年的管制成效以及溪渣作为，透过每个月调整地区，加强执法，并且针对高噪音改正车辆进行排气检测，希望一旦有效。解决改正车辆噪音的问题。以目前我们今年来讲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稽查的过程，大概还有40%的车辆是不符合规定的，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比例还是非常的高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今天也特别指示同仁，到年底之前呢，我们这三个月特别来做一个专案的稽查，那么来看看现在的整体呢，这个执行的一个效果。除了呢，透过这些的数据，我们希望还给民众一个更好的环境品质之外呢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车主。尽量不要去做一些的改装。未来呢，除了各个县市政府都会积极的再增加一些移动式的这个声音照相哦，来做稽查之外，也希望呢大家对于这个环境品质共同来维护。今年车辆检测摩擦记录有40%，甲今年年底进前，环保局会继续做专案稽查，再针对相关执行的成效做全面的讨论。未来南投县有可能新的自治条例针对夜间噪音违规确实开发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对于噪音的这个稽查呢，有一般是我们跟警察当同仁呢在路边来做拦截，那另外一种呢是透过声音照相的部分，那第三种呢是如果有民众检举的话，我们就会请这个车主回到相关单位，比方说这个监理站去做相关的检测哦。所以到年底之前，我们会再来做一个总体的盘点。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也不排除在我们的自治法规上面可能会比较强制性的来做一些。这个罚金的部分哦。另外，为了避免停交率成为本土疾病，观众和游民众一定要做好居家环境清洁。这登革热也是不可忽视。如果万一不断的一个扩散之后呢，慢慢的成为地方上呢，所有每一年的都会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话，这个也会让我们地方政府啊，不管是在我们的消毒方面，或者是在各个民众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影响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，不管是用轮胎啊，或者是这个在有盆栽的地方呢，在底下通常都会有再加一个盘子，那这种就很容易滋生病媒蚊，那就再请民众呢，养成习惯，把这些的家里的卫生习惯跟周边自己前面的街边的都能够打扫好。天高热，地少阴烧，提醒民众要多多巡视徛家周边的环境，一定要把凉气的积水排掉，以减少螨虫生长，更加要做好个人的卫生，减少传染病扩散。记者刘林昌报道。